真的要珍惜平安，珍惜的人人和睦的社会，真是要好好的珍惜啊。现在已经呢破百万人啊，这苏丹哦流离所的人民苦不堪，还有在叙利亚还是看到了炮火、这个榴弹等等啊，生活在这样恐惧而且呢苦难中过日子，看着看着真的实在是好不忍心啊。在南美洲有一个世界地球的会部之林哦，有7亿多公顷，这么大，可是呢火烧已经呢超过8、9天了，这一直呢火就是打不下来。好，看到这么美好的土地啊，也受到了这样的火的烧毁，真的很不忍啊。我们的地球到底是如何呢一次一次呢在被伤害着，是人为啊或者是天然的，这都是呢众生共业啦。那又看到这一次的莫兰蒂台风到了福建去，是造了很大的灾情，看到了这样的一片片土地在受这种水风的灾害，实在是很不舍。有个村庄在这里呢都是靠着种菜为生的人居多，这一回啊受到了这么大的灾呀，又是断电又没有水，所以呢当地的领导啊也向着慈济来求援，慈济的从漳州呢来张罗哈，赶快啊来煮这个热食，那开车呢1个多小时，把这样这么大量人所需要的便当都打理好，热腾腾的送到啊，这都是呢有慈济人的地方的好处啦。慈济人可以呢很快速的号召了大家的力量呢集合物资啊，完成了供应的资料，真的看得也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啊。这是天地之间啊有了这样的灾难，总是需要呢人与人之间呢发挥那一份温情。这是在福建，还有呢屏东也是一样啊。屏东的灾难断水啊断电啊，像在小琉球也是啊，一共呢6060户。这一天呢、啊，小琉球都是呢停电哈、而且呢也是房屋啊，那轻重都有受损，灾情算是严重了、
啊，也是慈济人，那也开始投入啊，这要勤策勤力啦。也看到了一位阿兵哥啊，他要回故乡去为灾民付出。第一时间我就跟我的营长报告，我要自愿来这边支援协助，尽我自己回小琉球子弟的一份力量。他回到了故乡，并没有直接回到家，因为呢，他还是呢，要借重大家的力量，再多他的一份力量，赶快呢，为学校清理好，赶快呢，投入救灾。所以说来，这种大爱无私啊，要整理。赶快整理，那就是要人多的地方赶快清理出来，才能把这个人力集中呢，一呢来整理。这都是呢一个合群的力量，这也都是呢无私的大爱啦。看到了这样的也是很令人感动，慈济人总是这样的付出，总是这样的爱的能量呢，投入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事真多啦。也看到了这样的惠州的干旱呐，无法种植，现在他们吃的是仙人掌。Le fai wa vaura ketamana runa ba kiriri hinga langa sambai hingi ka han mi valanga mai sangatia fare ka ma ro mi valanga mai zai ye wa havia itiang mei yo dong xi ru ko zong shi gan jie hen nan ao guo dan shi chi la zong shi dou zi bu hao ha zhen shi hen ku a ren sheng a zai zhe yang de shi da bu tiao。那你看，这都是人类之苦。常常都说啊，请大家呢，真正要将心比心呐。我们这里的生活，要看到了，比起别人的生活，自己是多么有福啊！所以我们呢，要惜福。有福的人呐，就不要光享福，这要惜福啦。苦难的人要喝一颗水，而且不是很干净，可是他呢，非得用也不可。看，这都是多么苦难的众生，但是我们这里呢？的浪费啊，人家的饥饿啊，我们这里的厨余啊，想一想，这里的水的浪费，这里的这种厨余呢的浪费啊，将心比心，看看天下灾难这么的多，南回也是一样，大家呢都是很珍惜这样的水资源呐、啊，感恩呐、啊，有台湾的白米啊，年年会送到去哈、哦。但是呢，我们能分给的，到底能不能普及？当然是无法普及呀、啊。南非面积大，干旱的地方呢，在那么遥远，我们尽量呢。走到了能走到的地方、哦、那也看到了南非人、啊、对慈济的感恩、啊、他们也在呼吁着人人呢、哎、要用感恩心发挥爱心、啊、在慈济再要发放
百米的时候，校长在台上要说话，慈济人解说呢点滴付出的功德啊，那就可以看到了小小的小孩，他们啊也会来头铺满，这都是呢当你还有一点滴的力量，也可以来去帮助别人，把这一份的爱心发挥出来。